我们那个我们那一场虽然差不多万人左右，万人，但那个门票现在炒作到一张，各位25000块。对啊，我那天难过到要死，我说买的自己买四张，因为当地的拿督啊，几个好朋友，对，他们家人，然后平常对我很好，我答应了，然后只要去拿四张，是是是，一张25000，等四张门票100000。对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比张学友演唱会的黄牛票还要贵，还要贵，比张学友还要高，哎呦，厉害了，厉害了，爱到他惨死啦！哎呦，两位情侣啊，以前曾经爱过他，没有没有，我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像柯震东一样，他是沈佳宜，然后那个时候我没带课本，这边已经有人投诉了，投诉投诉这么快，我讲一句就投诉了，讲话猥亵，你听他讲完，对，我讲话猥亵，没有，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很好啦，然后他没带课本的时候，我把课本给他自己去罚站。我睡着的时候，他会拿原子笔在。又是假故事，你看，又假故事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见好就收了。对了，你怎么愿意来？你不要一副不愿意的感觉，好不好？被逼的。艾莎终于愿意现身说法。朋友为什么是朋友？对，为什么？他妈为了通告费吧？对呀，是不是要有理由啊？他说他没有朋友。没有啦，因为我身边其实我其实很害怕跟女生讲话，她是我一个少数敢讲话，她情商是会打给我跟我讲说她素。没有啊，宇文姐也会打给你啊。那个我已经尽量不拒接了，尽量不拒接她了。为什么要染头发呢？因为4月20演唱会啊。哎，你开演唱会吗？宪哥演唱会，那你染头发？不是啦，我有帮忙和声呐，我负责那个萧乌姐，那个两个字很重要。你和两个字染？萧乌姐，我就和两个。啊，你宪哥都没染。来练习，练习，练习，练习。4月20号在哪？远点，哎，我们那个我们那一场虽然差不多万人左右，万人，但那个门票现在炒作到一张，各位25000块。对啊，我那天难过到要死，我说买的自己买四张，因为当地的拿督啊，几个好朋友，对，他们家人，然后平常对我很好，我答应了，然后只要去拿四张，是是是，一张25000，等四张门票100000。对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比张学友演唱会的黄牛票还要贵，还要贵，比张学友涨幅还要高。现在怎么样拿到你演唱会的票？就是拿张学友的跟你换，跟你换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四张张学友可以换一张 Jacky Wu 云顶演唱会，都是 Jacky， 差不多哎。Thank you， 让我和你吻别在狂热的街，让风痴笑我不能去。迎接伤悲。Chill 哥 ，Jacky，Jacky，Thank you，Jacky Wu 加油，欢迎 Jacky Wu 真 boy。大家好，森哥好，主持人点一道，主持人好 ，Hello，Hello， 有点紧张啦，因为我们是国中同学，国中啊，对，我们是13岁就认识了，没错没错，我们是大直高中，大直国中。哦，我知道，所以你们是大直男，对，我们是大直男。他有没有想要娶那个旁边大直男？为什么叫天真？因为我们以前国中很屁嘛，然后大直有没有书包上面，然后加一杠跟两个点就变天真，变天真高中，然后觉得自己很帅这样，然后大直超屁，天真，没错没错没错，真的好天真，好可爱哦，好直男，好直男哦，哇哦，好意外，相当不错。你看这个同学，他一路到现在都还有在联络，没错没错，这不容易的。哎，我们还在办那个国中同学会，你们还去？对，很挑闹。去同学会那个场面怎么？我那来有些都坐轮椅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！确实，这么早就坐轮椅，何来？我吓喝啦！故意坏掉啦！吓到吓到！没啦，没代志啦，没代志啦。